夺标，恭喜率先完成夺标。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国际龙舟锦标赛今晚在福禄溪水道盛大开幕，由彰化县长王惠美主持，立法院长韩国瑜、副院长江启臣、立委谢依凤等组团参与。另有台中市政府副市长郑兆兴、南投县政府秘书长洪瑞智率队参加友谊邀请赛，展现中彰投县市友好共融，还有为全龙小龙女啦啦队也一起体验热血沸腾的划龙舟。现场两岸挤满来自国内外的民众、观光客，为选手加油。二三，比赛有没有成功的？立法院加油加油加油！立法院加油加油加油！是立法院加油加油加油！晚上有小镇光影艺术节，同时有鲁班工业，还有市区有非常多鹿港在地的景点以及活动，都欢迎大家利用这三天连假多来走一走。另外小镇艺术光影我们呢会到八月四号来做结束，那我们今年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角落小伙伴哦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跟他来互动。参加国际鹿港龙舟赛比赛，受到王慧英县长热情的感动，在一个多月前，他们两个应该是跟立法会大家非常兴奋的心情在参加。不论结果比赛如何，在参与的过程，大家都会感受到这种热情。再一次祝福彰化县所有县民大家平安健康，这次鹿港比赛顺利。准备，所有选手预备。好，没事。
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